最大，奇怪，最大的一三啊，最大的一三啊，好吧，我先讲一下这个的逛的已经冲到，它是写说三九吗？真假的？哦，这就中大奖了。你说我们是要看逛的那一个？二九。那就中飞跟你。还有三只，我靠！这也太幸运了！啊，又中！哦，所以逛的，他就会写逛的这样。骰子是什么？是二九了。总共。天哪！重点是我怎么一来就中大奖了？来就中个美爵。三八会变多少呢？三八变成 auto 他写 auto 哇，最重要第一名啊！三八变成变五千了，哇，三八这边五千，等于是赢超多。有中！哇！哦，我直接把那个第二名的打下去。那是可以说是直接降临了，继续努力。哇，这个好漂亮！